针对这波疫情，我们希望大家在家里都可以做健康简单的运动，然后在家里也可以让自己能够活化筋骨，强化肌力。所以透过这个菩萨实地健身操，除了在动的当下，我们也希望每一字每一句都能够让自己的身心能够疗愈，自我祝福，也祈愿这一波疫情能够赶快过去。更重要的是，简单的动作重复做，它就会让你的身心变得更健康。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做菩萨实地健身操。第一地欢喜地，有走有保庇，愈走愈欢喜。有走有保庇，愈走愈欢喜。第二地离垢地，远离人我是非，远离烦恼习气，远离人我是非，远离烦恼习气。第三地发光地，去除无明，内心清明，智慧光明，自照照人。第四地宴会地，同发菩提心，同行菩萨道，同发菩提心，同行菩萨道。第五地南圣地，善恶拔河，跨越阻碍，克服困难，难行能行。第六地现前地，道路平坦，对准方向，步步踏实，勇往直前。第七地远行地，方向正确，加速前行，菩萨列车邀您同行。第八地不动地，道心坚定，不随境转，把握因缘，发心力行。第九地善慧地，为善要殷勤，入众得智慧，人间菩萨大招生，菩萨道上同精进。第十地法云地，以智慧法拨云见日，遍足甘露，烦恼尽除。这就是我们的菩萨实地健身操。如果您的体力比较好，可以用站着，那如果您的行动比较不方便，可以选择坐着。祝福大家平安吉祥。